我们去旁边开一个小会好了，好不 好？我觉得我们后面那边呢，有些东西都跑不动了。牛奶，我们过去那边聊一下，然后再快速回来一下。好 ，OK。好，马子哥，马子哥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蛋哥，我们发现呢、啊，我们现在刚刚这样啊，匆匆忙忙的这一下来啊，马上就要开卖了。是啊，好像很多的一些准备，也因为也是大家的第一次啊，所以变得感觉好像比较手忙脚乱。我们后面的那些蔬菜水果啊，茄子跟丝瓜那些几乎卖不太动。第一个游客来的急的要上船，是走的时候可能是马来西亚人，他们是外国人还是什么，他们其实也没办法买，没办法带走，没办法带走。我是希望是说。可以让别人知道为什么所谓的这边投射的丝瓜跟一般的不一样，我觉得要吃才知道。哎，他们一定要吃才知道，只是这么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待会想办法去看能不能把那边做成一个试吃区，然后再来做这边的销售。怎么这么好吃的丝瓜了？有叉子吗？哦，有，那边有准备。大哥大姐们来试吃哦、喔！来了来了！哦，来试吃，现场也可以试吃哦。没有，先来吃吃看呢。哦，来了，不用客气啦，快点啦。有一群下船的旅客了啊，待会会从那边走过来哦，我们要把它拦截下来。Hello，Hello，Welcome。我们台湾的在地小农有一些特色的产品，也可以试吃试喝那边。还是跟介绍，我帮你翻译。什么？那边都会有，因为他们讲英文。哦，是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对，有试吃，对对对。他们讲，然后我帮他们翻译。对对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Welcome，Hello，Welcome。哎呀呀呀呀！辛苦了。可以给他们试试看这边特别的丝瓜。完蛋，丝瓜的英文。丝瓜 ，watermelon 的兄弟。Okay, so there's a melon right here. Can give a try? Yeah, melon. Kind of like a melon. It's good? Yeah? You like? You like it? It's very good. Yeah. It's only in Vietnam.